埔里镇公所在父亲节来临之际，特别选在埔里镇风景最好的景点之一虎啸山庄进行埔里镇模范父亲表扬的活动。多位议员也一同出席，祝贺辛劳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非常高兴哈，我们埔里镇公所呢选择在虎啸山庄这里来举办这个父亲节的表扬大会。那其实呢，母亲呢，她对我们的恩惠就像大海一样，那父亲呢，真正就是亲像山哈。借这个机会，让很多的父亲能够来这里欣赏美丽的风景，然后呢，也跟家人有一个团聚。高兴能来参加我们埔里镇公所所举办的我们埔里镇各里的我们模范父亲的表扬哦，那真的像一首歌所讲的哦，哎，父亲就像一座山一样哦，就是每个人的后盾哦。那在这里祝福我们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议员表示，父亲一直是家庭坚实的靠山，也一直给人坚强的印象，对于家庭也总是默默的付出，也希望借由这个属于父亲的日子，祝福伟大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跟妈妈会比较亲近，因为爸爸比较严格，爸爸就像山一样，给我们有一点点的距离，但是爸爸对这个家的付出跟爱是不减分的。爸爸吼，查甫人吼，胃苦拢吞不来啦吼，吞不来。但是吼，要表现自己吼，身为一家之主的那个勇气吼，我们还是一直努力的往前冲。为的就是把家庭把它顾好。当然妈妈在背后也是很辛苦哈，可是爸爸在外面更辛苦哈。在家菜粉嘛，就好让全天下诶，伟大的爸爸哈，父亲节快乐哈。副议长潘一全也恭喜埔里镇获得表扬的父亲们，并且借此祝福最辛劳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记者陈伟一埔里采访报道。